初的记忆怎可以都经历，将你留的痕迹统统抹去，再慢慢开启那的气，却放不下的心。被震动叫醒，几个字的简讯，说后会无期，单方面断联系，突如其来的告别，打乱思绪，不知怎回应。错误的开局，心弦迅速散去，好感被磨平，设计好结束语，习惯冷战的经营，说完再见就离去，也不好奇再见，感知间能学会开始知难而退，我想你把情感收回得很过难也很干脆，还再三叮嘱让我别懒别追，打算忘记现实样子还是上瘾，哦，这个问题从一开口问就变得滑稽，旧的记忆怎可以都清理，将你留的痕迹统统抹去，再慢慢开启那的气，却放不下的心。